你在干嘛呢？看看一下。你看什么呀？看人家。等铁头哥哥他们来了，我们再吃。他就来了。那你再看一眼。哦。待会儿再吃。Hello， 作息调整的非常好。小虫虫呢？现在也看到了，就看着你们看了好。聊起来，聊起来。哇，它长高了。哇，它长得好快。对对对。长长跳起来。跳一个舞啊！哇哇，真的是我可以跳高！哇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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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虫虫也起，扭起来！蓉蓉跳起来，四年都没有那么大的哦，好久好难受。黄村长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黄村长。酸汤鱼，这个是大菜啊，这个菜对什么？这个是椰蓉蒜蓉虾。哦，对，这就应该有掌声。想吃吗？嗯、哦，加点那什么？谢谢虫虫哥，我有大餐吃。我们给虫虫过了几岁生日呀、啊？有几岁生日？三岁。三岁。耶，我们今天有丽卡还有兰姐。彩虹，好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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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也可以，吃了。好吃吗？荔枝千层蛋糕，是吧？千层蛋糕嘛，真的好吃吧？它要一层一层垒上去的，垒一层加奶油，垒一层加，所以这个很费人工，这比普通蛋糕要难做一些。念一念，哦，丑丑，好棒哦！是铁头写的，我。画的啊、哦，一个配图，一个写文字。哦，他写什么？来，那妮卡给我们读一读。写什么？写、哦。心事。哈哈，看是虫虫吗？是你吗？哇，好高呀！哦，虫虫，你要去哪里？虫虫，回来！你要出去玩？好了，今天生日趴到此结束了啊！出去玩？去哪里玩？你去找爸爸去好吗？
就光那脚至少穿。拜拜了啊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我是用来吹我。好，生日趴结束。